家好，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王开喜，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讲晚清政治与政局的第四讲。那么第四讲的题目呢，叫做晚清论驳上谕风潮，就是在晚清啊发生的这种理论驳斥上谕的这么一个风潮。晚清论驳上谕风潮。那么中国呢有一个古籍，那么六经之一啊，叫做《诗经》。《诗经》当中呢有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叫做什么呢？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子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民的，那么在人世间的所有的土地财产都是归皇帝所有，是吧？莫非王土嘛。那么天下所有的人民百姓文武百官，是吧，都是天子的臣子，必须得绝对的服从天子就是说所谓什么呢，叫做莫非王臣，都是这个帝王的这个臣子那么对于一个帝王呢，必须得绝对得服从。那么在这种君权神授的这么一种思想影响之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或者说皇帝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皇帝的谕旨也是不能够随便违反的随便违反皇帝的谕旨，这是要杀头的。那么但是呢在中国的晚清时期那么却发生了多次这个臣下议论批驳上谕的风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晚清这个论驳上谕的风潮。我们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题目呢，对于帝王皇帝太后皇太后劝善归过。那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三个人三个人物。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道光皇帝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那么就去广东这个地方呢去办理对英的交涉。那么后来因为这琦善呢办理交涉不利清军在这个军事战争当中也失利了。那么后来道光皇帝呢就下令把这个琦善呢这个革职拿问对他治罪了。那么这是琦善，这是一个人。那么由于清军在鸦片战争当中不断的遭到失利在1841年10月，那么道光皇帝呢命令易经作为钦差大臣，作为这个扬威将军就是前往这个浙江一带来办理军务。就是来负责呢对英的作战。那么易经等人是吧筹划了一个反攻，那么但是这个反攻很快遭到了失败这个反攻失败之后，易经等人就谎报军情会败为胜，说自己打了胜仗但是后来这个事情败露了，还是被清政府呢给他治了罪以一个误国殃民之罪给他治了罪这是第二个人易经。第三个人叫做文蔚文蔚。那么文蔚呢他被任命为清军的参赞大臣那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参谋长就是随着这个易经呢一起去这个浙江那么后来易经被治罪以后这个文蔚也被清政府革职下狱那么就说琦善、易经、文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都是有错误的当时说就是有罪的被革职拿问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后不久，也就是说在1843年4月，那么道光皇帝又颁布了一个上谕。那么这个上谕呢就是重新启用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三个人就是启用琦善作为热河的都统，启用易经
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那么启用这个文蔚作为古城的领队大臣，啊，就再次启用这些人。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那么很多人都感到很震惊，啊，说这个道光皇帝怎么把这些犯过错误的犯罪的人是吧再次启用了，啊，那么很不满意。但是很多人呢又慑于道光皇帝的权威，是吧，不敢公开的提出批评。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御史叫做陈庆庸，那么这个陈庆庸啊，那么他就啊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在这个奏折当中他讲啊，他说行政之要莫大于行赏，啊，就是你治理国家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赏罚分明，是吧，说行赏之权虽然是操之于君的，啊，皇帝你有这个权利，是吧，想赏谁就赏谁，想惩罚谁就惩罚谁，啊，他说但是呢你是要预知于民的，就是你做出这个决定是吧是要给一般的平民百姓做出一个示范的，你有一个价值导向，啊，那么因此他就要求道光皇帝啊要考虑到人们的一种感想，啊，就是什么呢，服才舆情，听听舆论，是吧，要求道光皇帝要立愤天威，收回成命，不能够再启用在鸦片战争当中犯错误的犯罪的这些诸臣。那么这个奏折送到道光皇帝那儿以后啊，道光皇帝这个人呢应该说呢他还是有他的可以肯定的地方啊。那么道光皇帝就不愿让别人说自己是拒谏之君啊，就拒绝别人进行劝谏。那么然后道光皇帝又颁布了一个上谕啊，做了自我批评啊，说什么呢，说朕无知人之明啊，我没有能够知人善任，是吧，那么启用琦善这些人是错了啊。那么因此道光皇帝再次下令把琦善等人革职啊，令他回家去闭门思过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啊，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对上谕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啊，那么这是这个论驳上谕的啊，那么这个第一次。那么接着在1861年啊，这1865年啊出现了第二次啊这个论驳上谕风潮。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呢，在1861年呢，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啊联合发动政变。那么这个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的形式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那么恭亲王奕欣他的权力也很大啊，恭亲王奕欣做了首席军机大臣啊，那么还是清政府的议政王。那么但是呢这个辛酉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权力斗争的这种苗头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不是很融洽了啊，就有权力之争了。那么这个1865年3月啊，翰林院编修有一个人叫做蔡寿祺。那么这个蔡寿祺呢就上了一个奏折，就弹劾恭亲王奕欣啊，说恭亲王奕欣有四大罪状，哪四大罪状，揽权、纳贿、徇私、骄淫。那么这四条罪状无论哪一条在当时都是重罪啊，都是很大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蔡寿祺呢就要求恭亲王奕欣要归正朝廷，退居藩邸，请别责依勤议政啊，就是要奕欣你下台吧啊，退回到你的亲王府，另外选其他的亲王来议政。那么蔡寿祺对于恭亲王奕欣的这种批评和指责啊，应该说呢没有更多的一些实质的东西，然后说没有一个真凭实据啊。那么但是慈禧太后为了独揽清政府的政权，就利用蔡寿祺的这个奏折，对吧，采取一个突然袭击的办法啊，就慈禧太后亲自动笔来书写了一个上谕。那么这个上谕就对奕欣提出了很多批评，给他定了很多罪过，很多罪名
那么这个罪名有很多啊，那在这儿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个是说他呢是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绝高权重，目无君上啊，很狂妄，是吧？对于皇太后，对于皇帝不尊重。那么还讲到说这个奕欣市镇冲陵，诸多侠士，往往暗使离间，说奕欣挑拨小皇帝同治皇帝同慈禧太后同慈安太后的关系啊，挑拨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啊，还说这恭亲王奕欣每日招对的时候啊是趾高气扬。那么这个上谕呢就是罗列了恭亲王奕欣很多啊这个罪行。那么这个慈禧太后是吧，她没有经过军机处，按照清政府的惯例是要通过军机处来把这个上谕发出去啊，那么她是采取啊通过内阁来把这个上谕发出去，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罢免了恭亲王奕欣的军机大臣和议政王的这个差事啊，把他的职务都罢免了。那么这个谕旨颁布以后啊，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个一片哗然啊，大家都很震惊。那么在晋职亲王当中啊，就是这个敦亲王叫做奕宗，这是咸丰皇帝的啊这个五弟。那么这个奕欣是老六嘛，啊，奕轩是老七，啊，这是老五。这个敦亲王首先就是上奏，啊，上奏讲，说恭亲王奕欣自从做议政王以来，啊，他所处理的事情，啊，应该说办理他不错，啊，未闻有招著劣迹，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大的这个问题，有什么劣迹。他说蔡守奇参奏的他的各个这个罪名没有什么实据，说至于上谕当中你讲说奕欣在召见的时候是吧有诸多不检，说他不够检点，他说这个事情呢是臣民啊，并非是臣民所共闻共见，说这个事情啊一般的大臣一般的人民是不知道的，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如果清政府把奕欣是吧把他罢黜，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啊，那么这是很不好了。那么奕宗啊，这个敦亲王明确要求慈禧太后啊，要一秉至公，你要出以公心啊，他不说慈禧太后不公啊，说要求你要一秉至公，是吧？怎么一秉至公呢？对于奕欣的处理，要由王公大臣、由大学士啊详细的讨论。到底怎么处理，然后再请旨施行。那么很明显的是敦亲王奕欣呢，敦亲王这个奕宗啊，那么是在为奕欣说话，是吧？对慈禧太后这个上谕啊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那么接着醇亲王奕轩老七，那么奕轩呢也上奏折为奕欣呢来辩白啊，说这奕欣这个人是吧是事繁任重，说呢他这种报效国家之心是吧，报效皇帝之心为臣民所共建啊，说如果说奕欣有一些什么不够检点，有些什么错误的话啊，说这个呢不过乃小节之亏啊，是小节啊，他的大节还是很好的，是忠于清朝廷的，是忠于清朝皇帝的啊，如果说有些什么错误，这是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啊，不是他故意的啊，那么骄傲看不起皇帝啊，狂傲不是这样啊。那么这是奕轩呢，那么也为这恭亲王奕欣呢啊来进行这个剖辩。那么有一个御史叫做孙艺谋啊，那么这孙艺谋呢上奏折，他讲的呢也很有意思。孙艺谋说啊，恭亲王奕欣即便他是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啊，也难免会引起别人的一些啊这种责问啊，说何况奕欣犯有错误呢啊，朝廷不能够因为他是至亲而对恭亲王奕欣稍加宽恕，是吧？那么孙艺谋先生这样讲，那么他这样讲呢好像是说
奕欣犯了错误了，慈禧太后对奕欣治罪，那么这是对的啊。慈禧太后并没有因为奕欣是皇亲国戚啊就对他宽纵啊，好像是在这样讲。那么但是孙艺谋他讲这段话，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那么看后面，接着孙艺谋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臣为国家大局关系起见，不为恭亲王一身起见，我是为了国家大局，我不是为了恭亲王奕欣个人说话。那么就要求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欣要酌赏录用以观后效，你还要任用恭亲王奕欣。那么也就是说孙艺谋他对于恭亲王奕欣啊，表面上明里好像是在贬低，实际上是在保他啊，叫做明贬暗褒啊，背地里是褒扬是保。那么这个慈禧太后是吧，要罢免恭亲王奕欣这个事情，引起了朝廷上下很多人是吧，都对这个上谕提出了自己不同意见，像清政府的督察院、宗人府是吧，那么这些政府机构，像有些军机大臣，像李唐阶啊、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啊，还有很多这个御史言官，是吧？那么都纷纷的上奏折，要求咸丰、要求这个慈禧太后，是吧？应该呢，一德一心，共资康济，啊，就是你们上下之间呢，君臣之间呢，要一心一德，啊，共济时间，不要互相闹矛盾。那么后来由这个肃亲王起草了一个奏折啊，那么这个奏折呢也是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对奕欣的这种惩处啊，准许奕欣呢来戴罪立功啊，悔过自新。那么在这个奏折上签名的啊多达70多个人啊，就是在肃亲王起草这个奏折上签名的多达70多个人。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在清政府内部，那么很多人对于慈禧太后是吧去治罪奕欣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同的意见，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那么当然这个肃亲王他也不能够无视啊这个慈禧太后这种政治权威，那么他在起草这个奏折的时候后边留了一个尾巴，或者叫一句话，以什么话呢，说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啊，就是我们提我们的意见是吧，那么至于以后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怎么样你施恩对这个奕欣免于治罪啊，圣心自有权衡，那么这个呢你这个皇太后和皇帝你们自己去决定啊。那么这样呢就为慈禧太后找了一个下台的台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慈禧太后就要考虑一个问题，是吧？朝廷上下很多人都在为奕欣说话，那么如果慈禧太后固执己见，是吧？一定要惩处奕欣，啊，这个奕欣，那么他会遇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困难？会不会导致很多人人心解体？那么慈禧太后考虑到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妥协，那么当然这个妥协呢是以奕欣的首先妥协作为前提的。那么奕欣就表示啊，说我自己以前犯了错误了，颇知悔这个愧悔啊，说我以前犯了错误了啊，我表示很悔恨啊。那么在奕欣做了这么一个表示之后，那么慈禧太后是吧就恢复了奕欣的这个军机大臣之职，又让他做军机大臣。那么但是慈禧太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权威啊，仍然是把恭亲王奕欣的这个议政王的这个职务给拿掉了，那么还要显示啊他的这种权威。那么这是第二次啊这个论驳上谕的风潮。那么接着在1873年，那么又发生了一次论驳上谕的风潮。那么这一次呢是在1873年11月
那么当时呢，亲政刚刚七个月的同治皇帝啊，就以呢要颐养皇太后为名，颁布了一个诸谕。那么所谓诸谕呢，就是说由同治皇帝亲笔用红笔来书写的上谕。那么这个上谕当中啊，那么他就说要修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那么这个同治皇帝提出来要修复圆明园之后，御史有一个御史叫做沈怀，就提出来啊，上了一个奏折，要求同治皇帝啊缓修颐和园，啊缓修这个圆明园。那么同治皇帝说啊，我修这圆明园是为了颐养太后啊，修这个圆明园我不会大修啊，仅仅是就一些啊必须的地方稍加修葺。啊，那么同治皇帝希望呢能够平息这次啊劝谏的这个风潮。那么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这个情况确实很危急啊，因为当时啊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各地农民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可以说是全国上下啊这个千疮百孔啊，千疮百孔是吧，百废待兴。而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又很困难，那么修复圆明园至少要需要银两1000多万两，那么这银子从哪筹？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恭亲王奕欣包括同治皇帝的这个老师，同时又是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御史游百川啊等人呢，又纷纷上奏折啊，就苦苦的劝谏同治皇帝不要再修圆明园啊，或者暂缓修圆明园。那么同治皇帝啊这个人呢，应该说是这个有一点就是个我行我素的这么一种性格。那么亲政之后啊，那这种我行我素的这种性格充分的表现出来了。那么特别是呢修复圆明园，他是得到了慈禧太后等人那种默许或者支持。因此同治皇帝在修圆明园这个问题上啊，那么就一定要坚持己见啊。那么他就又颁布了一个诸谕，颁布这个诸谕讲什么呢？他说啊，从古以来作为帝王发号施令啊，那么必须呢要和其他的群臣相商量啊，不能够固执己见是吧，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啊。他说帝王处理政务应该是这样啊。他说但是这次修圆明园不一样啊，这次修圆明园呢是什么呢？是为人子者欲尽欲至承欢之孝，非他物可比啊！我修圆明园我是为了孝敬啊，孝顺皇太后，这不是一般的政务。那么这个同治皇帝是吧，那么他还批评啊这个御史说，这些御史啊，你本来的职责是什么呢？是应该呢揭发这些违法乱纪的官僚是吧，是为了达人君之耳目那么至于这个君主是吧，要尽孝思，要孝顺这个皇太后，这个呢是你这个言官不能够阻止的。那么而且啊，同治皇帝明确讲说，以后谁要再敢是吧提议或上奏折说要缓修圆明园啊，朕自有惩办，那就一定会严惩不贷。那么应该说同治皇帝这次修圆明园理由是十分堂皇的，还是让你讲不出什么问题来。因为什么？他说第一，圆明园本来就是列祖列宗临幸铸币听政之地啊，说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的皇帝到了春天都是到圆明园去处理政务，我现在修圆明园只不过是恢复祖宗的旧制，有什么错误？那么第二点，修圆明园是吧，我是作为为人子的同治皇帝，我是尽孝啊，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吧，说一般的老百姓你都可以孝顺你的父母，那我作为皇帝我孝顺皇太后有什么错误是吧。他就曾经问游百川啊，
说你也有父母，岂有父母所欲而故为违抗者，我不能够违抗父母的这种意愿。那么在当时清朝统治者标榜什么呢？标榜要以孝治天下，是吧？人们讲孝道的。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颐养太后这个理由就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别的人没有办法提出批评。那么这样这一次理论上谕的这个风潮被压制下去了。那么但是第二年再次引起了这个人们对于上谕的一个批评。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圆明园开工以后，有一个商人出身的一个捐纳知府捐钱捐了一个知府叫做李光昭。那么李光昭呢，他是说我要报效向清政府报效捐纳那么他做这个报效之后就打了一个旗号，是奉旨采办修建圆明园的这个木材到处招摇撞骗。那么结果呢，这个事情涉及到一个法国商人，酿成了中外之间的争端。那么后来这个事情败露了，那么败露之后是吧，形势突然一变，那么很多群臣又再次上奏折说同治皇帝你不要再修圆明园了，修圆明园会带来很多问题。那么在这个1874年这个8月以后，那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那么首先就上奏折联名上奏折就谈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那种危局，对吧？要求同治皇帝缓修颐和园。那么这个恭亲王奕欣在和同治皇帝在讨论或者在争辩缓修圆明园的时候，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那么史料记载呢，说是他们呢是秀书廷争，恶恶数百言，声震电瓦，声音很大，都很激动，声音很大震得电瓦嗡嗡作响。那么争论的很激烈最后的同治皇帝说什么呢？说此谓仗耳如何说你不要争了我修不圆明园你都要管，那我把皇帝位子让给你怎么样？跟恭亲王说。那么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极重，是吧？任何一个臣子都不能够承担就可见当时恭亲王奕欣和同治皇帝就缓修圆明园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恭亲王奕欣、奕轩是吧向同治皇帝上奏折谈这问题，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陈仪孙凤祥纷纷上奏折来进行这个争辩。那么在这里边比较突出的一个人叫做李文田，是一个士读学士。李文田给同治皇帝上的奏折长达3000多字一个长文3000多字。那么李文田在这奏折当中讲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危疑的局面危险的局面他说修复圆明园就会导致清政府的内务府的大臣趁机的盘剥中国的老百姓李文田说同治皇帝一定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些官员所剥客者顾皇上之民，所败坏者顾皇上之天下，与皇上何异说这些官员趁机剥夺的剥削的是谁是你皇帝的老百姓，败坏的是谁呢？是皇帝的天下，这个对于你皇帝有什么好处那么接着他要讲，他说从古以来为人君者就是封建帝王，他去剥削着老百姓是吧，而没有其他祸患，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帝王随随便便是吧去剥削的老百姓而不会有什么祸害的话，他说则唐宋元明至今今存，那么唐朝也不会灭亡了，宋朝也不会灭亡了，现在还有唐朝还有明朝是吧，还有宋朝，大清又何以有天下，你大清朝怎么会有天下？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继续修圆明园就会造成国内的矛盾尖锐是吧，清王朝就会灭亡。
那么在朝野上下的这种要求之下，那么这一次理论上谕的风潮最后做了一个妥协，君臣做了一个妥协。怎么妥协呢？就是同治皇帝同意暂缓修圆明园，先不要修圆明园，改修三海。那么这个三海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中海、南海、中海、北海。那么这样呢，这个第三次论驳上谕的风潮啊，就以君臣的这种互相妥协而告结束。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